你可能无法相信，这是特斯拉第600万辆汽车下线的仪式现场，没有统一的服装，工人也没有站得板板正正，看起来非常的乱。但是大家却充满激情，非常兴奋，前面的员工甚至跪下来比心，这一般是领导站的位置，可以看出这几位员工一点情商也没有。但就是这样的企业文化，却成就了特斯拉在新能源汽车领先的地位，并且至今无人超越。在这个里程碑的背后，可以看到是无数特斯拉人的辛勤工作和对电动汽车行业的热爱。这次简单的庆祝是向全球展示了特斯拉的文化，成就他自己会说话，无需华丽的外衣来装饰。这种自信和低调正是特斯拉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独特标识，这也非常符合马斯克的理念。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，最重要的不是外界看到的光鲜，而是实际取得的成绩和进步。特斯拉正在极快的速度冲击1000万辆大关，我们也是拭目以待。